洛克雷十一试完，尝试使用 R2。漂亮，这样忙哎。哎、欸，跳嘞！哇，那个按键没有改，这跳变成。这威力变比较强嘛？哦。齿轮就是加能力的意思啦，而且一下子还要等它冷却。好了，哎，只有一关，敢不敢给我空气人？打不打的空气人？他直接就打网。没有，他给你一关试玩。当然了。严格来讲，时间轴应该是严格落后，需要去。哦，帅哦。但是他们出手有些时候有期待有些时候有些难度变大，所以去看期待有些时候有些难度。不知道我们要八代有些时候，九代有些难度，然后十代有些难度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并行出来的。没有隐藏。这不是3D 的，我可以。七八，哎，这个我还知道哦。密道还不出来，发疯了。钻不破啊，就这边而已。啊，刚刚应该可以钻那个哦。哦。对啊，不能爬墙。我还以为有什么效果，结果什么虎烂，还没中。哦，火好少哦。哎，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哎，完了。没有一道破就不买了。做太难了。哎，补血吧。哦哦，完了，体验很差，不买了。不买了，体验太差，一开始就调那么难，又重来。
就是骗你那个运气玩家。我又没成功，太多了。你好弱。哎，是全部的人都变慢吗？哎，真的哎，特规嘛。你现在是过热了。哦。开太久了。那就跟那个时间暂停可以一直用就对了。哎，就是你的时候没有过热啊。那你不用暂停，就是类似那个慢动作的样子。不要啊！一个是机器版啊，这个是机器版的。感谢猫粮啊，不虎粮。哎、直接恢复哎、还有吃那个直接恢复的。哦，就开一下就好啦。不让他用完的话，其实还蛮快就恢复了。不好跳。哦，有没有很冲？我有没有很冲？今天打到他很用啊！不知道他干嘛的时候偷看一下。哎，我有没有很冲？有没有很冲？这个不错，你洗嘞！我已经破解了，你洗嘞！是不是运用得很好啊？这个难不倒我的，这个是可以钻破啊！你钻不破，好，疑心病太重。玩啊！但是现在有别的可以玩。等一下还有蜘蛛人可以体验。哦，这只有点，你在龟啊，可恶，我强迫症，哇，而且他还蛮强的，你哦。电上面啊，帅。哎呦！你洗嘞！我以为上我才这样想说用狗跳上去而已。你洗嘞！体验游戏太差了，太差了，太差了，没办法预购，不预购了。我本来想说要用这个跳上去，你洗嘞！没有这一版的，这一版的客人不能打抢。对啊，我刚刚是想说要用这只。X 才可以吧？对。你是咧？没了，没 power 啦。啊，还有我的狗也没了，死掉还不补。我还中你计，哦，俄罗斯方块嘛，
来，不要骗我哎、欸！往前走又掉下来，又是你，我看好。耶、yeah! ！想要归嘛？哎。打掉，哎，没有，哎，这样可不可以集气啊？要用那个，不知道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不能嘛，按住没有。没有，就是换道具没办法集啊。哦。哎，龟的嘛。没资的啦。又是你，先看好就行了。又是你，你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啦。哦，但是会一直往前，龟的吧。啊！啊！爆掉了！哎、欸，我干嘛来吸？缺德哦！因为按错科啊。加命加命先啊。一穿二来了，哦，对，不行。啊，刚好护盾嘛。哦。刷补品。又来。哦，这比较难。俄罗斯方块嘛。体验太差，体验太差，不买不买了，不买了，这样也会死，你死嘞！最后一命。慢，啊！又是你，你在龟。慢动作是射比较多发，不买了，不预购，不预购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刷道具，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？刷到我满为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不会补，靠，完全没有用啊！好了，走。圣斗士是不会死两次的，不用怕。我说在同一个地方嘛。好、哦。啊，这里。
是不是很快就看穿了？一没了一罐啊！体验太差，体验太差，撞到头，游戏结束，我会要重来吧？应该是要重来。你洛克人来就还叫我立刻购买，不是接关吗？你洛克人原主来说死掉都是重来。哈？原主都这样子。死掉还叫我立刻购买？啊呵啊！这么差的游戏体验还敢叫你立刻购买？不行。我们又死在同一个地方啊！我们跳过去而已。当然了，那也是八关嘛。也是八关，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新的关卡，就跟你打八十关会跳过去关一样。你已经没有用了，我已经看穿了，一命通关来啦！哎。不、哦，哎、欸，因为搞不清楚哪一颗是那个。不是 L 外面有字吗？还是 L 那老板？对啊。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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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